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K 的铝枪机完成品啊。现在等一下组装测试，然后配合这个全行程的后坐力套件啊，给大家示范一下啊。刚刚忘记讲了，这是用12公斤的瓦斯来测试，今天的温度大概是28度左右，谢谢大家。